都已经，你看这个都已经基础都不见了，所以永续的。哎，讲这个讲这无机波，像我感觉。人命关天，普民所苦吼，文德公园头前这有整个所有的一些海水沟旁边的一些护栏吼，都已经腐蚀，啊，而且基础都已经腐蚀。啊，这刚刚个一个小小一个公吼，啊，有上些咱这附近乡亲这囡仔有些在耍吼，啊，当然这事非常危险，因为我来看过两山了，发现着讲这个问题吼，咱尽快赶紧来解决。都已经啦。 这个东西，我们搬起来，还一边哦，那个如意的，这个用叉扣绑了一块块，这个有的个叮当惊死人，这条较无细的囡仔搞破，你像无细的就上了，那边都破了。那我也是要再次强调哦，因为有关于这个花坛这边的海水沟旁边的护栏，我们已经由从2月份反映会刊到现在哦，那我们是希望相关单位哦，不要认为说啊这个没有急迫性哦，因为其实。 如果大家来到现场，都会发现旁边有一个公园所在地哈。那这边不管是老人小孩子都非常的多，那也希望说我们相关单位不要发生任何有遗憾的事情而发生。那是不是在我们第一时间反应的时候就可以积极？